大家好，我是杜德杨空，今天带大家看杜德网红车 SQ600ZB7。 上装是我们杜德 600ZB7 吊机，工作半径17.2米，最大吊高20米，吊机最大负仰角15度，最大仰角65度。这台车货箱内空尺寸8米，宽度2.45米，栏板高度600，边梁采用120槽钢，前站板也是120槽钢。看一下舒瓦伦的货箱，扣箱板采用的平面转扣，箱板打开以后跟这个底边是平的，方便叉车卸货。欢迎大家关注杜德官方抖音号，带大家了解更多杜德好车。